老师，能帮我装一下弓吗？弓跟箭还什么的，我都设备非常的齐全。哇，装备够齐全的。非常的齐全呢。嗯，你连架子都有啊。嗯，真挺专业的这一套。但是技术好吗？技术好吗？人家第一名，人家。哼。小鱼，你要调整好。八环就赢了。坐好。哇，九环赢了，拿到冠军，54环，恭喜陈小云成为新一代的女子射箭大魔王。是这样的啊，脚大概呢肩宽，你的重心呢在脚心这儿，肩呢和我黄心对齐就行。我们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使劲，放箭就是这样放，就松开就行了，松开就行了。看我的脸，弦它已经在我的下巴和鼻尖上了，然后再去瞄准。哦，你好有劲儿啊！你都感觉你不怎么用吗？我可以的，用吗？我可以的。哇，那么厉害！哦，厉害！哎呦，感觉好帅呀、啊！哎，我这成绩不错呀！可以，十环。